今天是我们两个，看你，看你，拍你，拍你，不要不要录，不要录，不要录，又不拍你，不要录，不要，然后拍我自己的。就是那一。神的礼物啦 ，and then 没有猜到才会有惊喜吗？对不对？这是我第一次跟你庆祝生日，在一起这三个月以来呢，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也改变了我很多东西。你不会是一个，不是，我不会是一个最棒的女朋友，我也不会是一个。我也没办法给你一个最棒的礼物 ，But then， 我希望我能把我最无价、最无价的祝福与陪伴都给你，陪你一起成长，陪你一起分享，陪你一起承担。So happy birthday, my friend.